塞尔坐火车去阿姆斯特丹，望住啲窗户飞过几十个小镇，几千里土地，几千万个人。我怀疑我哋人生里面唯一可以相遇嘅机会，已经错过咗。继续收睇由布鲁塞尔去阿姆斯特丹，今天带你由布鲁塞尔搭火车去阿姆斯特丹出发。今次我哋天游比利时啊！我哋而家去布鲁塞尔，我而家喺布鲁塞尔啦。我哋就去咗我哋酒店附近嘅 pancake 餐厅。呢间餐厅不得了啦！我哋有一个 tiramisu pancake、salmon pancake 同埋 caramel pancake。布鲁塞尔第一餐就食 pancake。我哋食饱就出发去下一个景点。呢度搭地铁可以买飞或者用信用卡俾钱。咩草啊？呢喺我后边嘅，大家睇啊！中文原子塔，个原子塔呢就系个 symbol of Brussels 嘅英国嘅雪糕车 Belgium。咁咪有波波车咯，由2004年至2006年，呢度就系喺国家度做盛事嘅。入边而家入边咧，就有啲 awesome exhibition。boring。但系如果你系觉得 awesome exhibition boring 嘅话咧，你就要冇错啦。所以我哋就走去下一个景点啦。呢、这个景点就是布鲁塞尔大广场啊！我哋第一日去有雨嘅，所以我哋第二日再去。冇落雨嘅呢个景系咪靓好多呢？冇落雨嘅大广场真系多咗好多人啊！做咩啊？你喺度？打鼓啦！傻咗啦！这个市政厅是1420年起好的，它采用哥德式的建筑。条街不知道什么事突然间有巡游啊。咁之后我哋就去食比利时最出名嘅食物啦 ，waffle。热辣辣，脆卜卜，加埋啲生果，一流。欢迎大家睇警讯，呢度有个小朋友咧喺嗰度咧，佢周街屙尿嘅，但有个传说就话咧，佢就救咗火啊，真定系 bad 咧？我哋而家即将就会知啊啦！这个屙尿仔呢件衫呢就是 inappropriate 的，我们现在就要收过去的衫。屙尿仔，你现在即刻给我你的衫，我这里的小朋友呢很没公德心啊，收地屙尿唉好难搞，男仔又是这样，女仔又是这样。这个屙尿女仔呢神秘很多的，有个围栏围住的，因为屙尿男仔呢被人偷了七次那么多，所以这个屙尿女仔呢就要好好保护她了，等她静静地乖乖地屙尿。我都不执书，我都要影埋一份啊。之后我们就去下一个地方了。葡萄环又有 elevator，都跳翻拍舞学一学佢先，音乐。Elevator，Elevator。右边咧就系高等法院，而喺左边咧就系
你可唔可以對住鏡頭講一次？呢個係我左邊嚟，左邊咧就係我嘅高等法院，右邊就係摩天輪啦。呢度是布鲁塞尔一个商场，卖的东西很有特色的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先。我们进去这间呢就是卖朱古力的，而我们进去这间呢就是卖玩具士兵的。好可爱啊，还有些卖朱古力和卖利是的。那之后就来到我们吃比利时菜的晚餐了。呢间餐厅喺布鲁塞尔大广场，呢间餐厅十七世纪已经喺度噶啦，睇下个气氛几正。因为我得罪呢个人喺度咁样。咩啊？你今日？我哋而家咧就嚟 Lucky 嚟食夜晚，夜晚咧就系乜做嘅 size， 仲有 steak， 仲有啤酒添。系喎。你饮唔饮啊？我哋开始食嘢先。第二日我哋继续出发。啊！呢度有两个唔同嘅站名喺一个 platform 入面噶。由于比利时系讲法文同埋 Dutch 嘅，所以嗰个站名就有两个语言，搞到我哋争啲唔知要落车啊！呢度系 Brussels 嘅50周年嘅公园。呢度好宏伟壮观噶，喺1880年纪念比利时独立50周年。以前系一个展览馆，而家就变咗做一个公园。呢个海旋门咧就系1905年起嘅。喺呢个海旋门侧边有两个博物馆。艺术嘅嘢，我识调铁咩？梗系去睇车啦。我哋就个 Auto World 车博物馆啊！等我去买飞先。呢边我哋由呢边购车开始睇先。呢个博物馆展出咗由1895年到而家嘅车。我哋由旧车开始睇起，由冇缝嘅开始睇到有缝嘅。呢个系 James Bond 007嘅甲虫车啊！我哋去到嗰阵时，仲有呢个甲虫车展览添啊！当然唔少得玩 GT 赛车啦。你睇下呢个赛车，好多个掣噶，唔知个车手揸车嘅时候有冇时间揿咁多掣呢？有咩特别啊？呢个系英腾噶。This four-door convertible belongs to King Valdon. It is regularly used in processions and when welcoming foreign heads of state. 紧动车车 ，Here I come。呢个咩嚟噶？呢个系架 Tesla Series。就仲有一个概念馆，展出咗唔同年代嘅概念汽车，好似呢架咁，两边都揸得噶。仲有一架赛车摆咗喺度添啊！布鲁塞尔之旅就差唔多啦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片嘅话，记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今日嘅钟仔嚟睇我哋下一集有咩新片啦！拜拜。